行知影阮爸失踪，今仔是下晡三点半之前爱报故意的。故意？我就是无希望你甲张仁兴有任何的交叉，我哪有可能替你去做这个人情啊？这么简单就当开出十名，这间公司应该真厉害嘛，真出名。投资方要介入经营，那你不就等于哪会开一天股票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到拜五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原来你们说的危机已经那么严重了，现在还差那么多钱。人生，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都会想尽办法跟你斗三工，就参照进前同款。你的查某囡仔打工的所在，所有关系的资料，拢在信封内面，你会叫我帮我去找。万代有义务甲一定个斗三工度过危机，黄淡薄都清楚过用。若是这个时阵咱出手，甲一定个救起来，上重要的是能证明玛丽比宝珍阿姨更加好。所以你想要变个一定个？是投资啦。我嘛认为，我甲一定个斗三工，是咧甲人性斗三工。伊无想要和我甲人性有交缠，就临时反悔，被我拍跑。各位，那肯定同意讲一下，我愿意用万里替一定个做担保。您若是无多用钱，那你一定哥必须要进入破产的程序。下个一定哥会破产，这间公司背后金主是啥？你敢知？万一若是出代志，你敢有法度负责？啊，不过你若无收因这十亿啊，就像伊囡仔破病无看医生，你是要放伊死，还是以后才处理？你家己要想清楚。五分钟啊，紧决定哦！我袂当和一定哥在我的手头乌有去。歹势啦，时间剩两分钟尔。Watch me.